好，离开缆车站。倒转的感觉。回去倒过来就。손님여러분산에오르실때의설렘이있었다리에산행의즐거움과뿌듯함이간것이오르실때처럼여러분의안전을위해교육을가려서는발을구르거나이동하지마시고산행분들은옆에있는손잡이를잡아주시기바랍니다看哪，当做云霄飞车。哈哈哈哈哈！怎么快啊？那你又飞走了？哈哈哈哈哈！一个飞走，一个飞走，都会懂享受的。